那个电信警察入侵案哦，啊，那个甲听众朋友甲来说明一下吼，啊，听讲这个案吼，嘛已经去提告了呢吼，嘿。篡改校史啊，吼啊，然后那个利用那个教育部那个大学法，私校大学法要修正过程，他就篡改教那历史啊，吼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大同那医院的那个的工程案等等，吼，那我把它写，就因为我看到这些问题，所以我把它挂在那个网络上，吼，你甲传，吼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我是拢拜托我一个学生替我录。啊，因为吼，啊，迄个刚开始的时候也不了解吼。啊，后来他们发现说，哎，好像是从那个医院的某个地方出去，他们就那时候他们就知道可能是我录。啊，所以就等我吼，如果我要出国去大陆开会迄阵吼，啊，怎啊特别吼，伊讲你有。派一关那个电信警察吼，啊，去我的办公室吼，我爱跟人无遐去查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啊，一关那个伊啊，电信警察来，就完全无经过学校啊，恁就家己直接就吼，就从我就走来边查，对不对？迄个主要是安尼。哦，这大胆呢吼！哎呀，迄阵那警察吼，啊，迄个时阵中国时代啊，迄阵在国民党里执政的呢哦。是不是啊？九十八，我迄阵门神，迄个门神看住了吼，应该是林义士呢哦。对对对，啊，迄个时阵是安尼，我想一开始吼，我开始我也搞不太清，因为迄个时阵哦，伊请几落个顾问，那有一个顾问吼，是以早好像是伊东部的人吼，伊捌做过阮迄个屏东的，阮东部的。反正一个东部的主委一类的那个对。哦。啊，伊那是吼，甲伊关那个伊关等于甲调查局人家，甲伊关的警政也种关系了对。啊，所以可能就利用伊的关系哦，转去从电信警察用叫这电信警察局的人来搞去查那个对啦。啊。哦。所以，迄阵主要是一开始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了后吼。因为伊就查了，啊，就找各种借口安尼，啊，结果查了也无，因为也无啥，就等于讲也查无啥，无查到物件，就啊，就来去看阮的电脑啦，有诶无啊，其实拢无查到任何一个证据了，对。对啦，就是无证据啊，所以咱人民部嘛有看过，我迄阵实在是，迄阵大汉吼。大学是一个自由的学风啊，警察吼，电信警察是唔是普通人诶，我都指挥诶呢。吼，听讲是内政部电信警察，唔是法务部呢吼，是内政部嘛吼。啊，这应该是利用因透过因的因政商因的，伊关了等于党政的关系吼，去安尼去等于讲啊。用这款的啊，叫电信警察来查，对啦。所以嘛吼，你啊看讲，这已经政权已经改变了嘞吼，啊，现在新政府吼，实在是应该，党国都已经已经无安嘞吼，啊，结果现在应该新政府爱彻查较对嘞吼。啊，主要的是吼，迄个时阵因为查了吼，啊，学校一个校长吼，因为对这样代志。刚刚这违反的私校，一般的学校的自由的一般没有，好，这个违反一般没有法律上就是宪法上的规定的对，所以校长有下规哈，都等于公文哦，去告有不欢迎，啊，去的财政不欢迎哈，等等，啊，结果因就怎，一般没有教育部啦，教育部回函讲，伊这個。你管你无经过学校的同意哦，来查，这是违法的。哦。啊，结果因，但是吼，因为因利用你管有诶无诶关系吼，我讲你管你个内政部讲，
来的迄个名义是，就是讲，到底啊，甲那个一关中农户的一关那个名义是的，一当秘书长官，对，就怕弄一个公文后宫。讲巩固因家的因内部的个因的开会，讲这是合法的啦。国民党啥物会拢嘛讲因合法，那即马不当党产嘛是拢讲因合法。是啊是啊，所以就是爱因吼，迄、那个无因为迄个是状况之下吼，啊所以我就啊有这样代志吼，啊就反正就。你去反映啊，到尾啊啊，因为在迄个状况下，你也不啊无办法做，有啥代志啊，就传这样代志传传安尼暂时按他就对啊。啊，到这行政部开了哦，啊，就有一寡朋友甲我讲，哎、啊，你这应该爱提出来告诉，因为这是足怪的问题，这会一般要等于完全侵犯人权，侵犯。对啊，对啊，嗯。规、啊、定，嗯嗯，这一定爱提告。所以我最近我就提高这样就对了。对啦，这现在一定要提高，对不管是人权啦，还是个人啦，你看我们副院长也是算杰出的隔夜好友呢，啊，结果现在说有这种大学入侵，电信警察这种情形，本来就应该提高了。现在隔夜校庆高一人七分起呢吼，今年也在讲吼，大家吼，因为今嘛拢即个响应这专营建议啦吼，啊，所以大家拢希望讲把这历史的一挂事件吼弄得很清楚啦吼。哎呀，今啊今年吼，你嘛是高一人呢吼，你嘛讲你对高一人七分起有啥物期待不？因为高一经济五六十年来吼，房价这样长期的扭曲吼。包括从整个那个，就整个一整个学校的发展吼，拢因人家因干那因个人的因干那家族的福利尔，根本无哩照无哩，你讲你看重咱学校的发展吼，啊，然后而且佫长期吼，比方以前因长期哩，你讲那等从高一的各种建设东西大捞特啦吼，啊，因大家拢等于说。大家都没有花很多时间，那所以搞不清楚他们做了什么事啊。其实某几个钢筋吼，他们都一定从中大捞都特捞。比如说一个足简单的就是，那高一的电梯吼，竟然要修复要修，就是讲因为哦电梯要改，因为伊高一的电梯算足无方便的。啊，结果要改一个城市工，爱从日本哦叫技师来啦，来修正啦。哦，所以这啊，这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讲，因人家因有利用一种，比如讲有一关的等于一个公司吼，看卡公司啊，做行一样代志，包包的了，啊，因公司就无去安尼，所以结果吼、哎，你要修理啊，啥你又找不到原来的那一家代理的公司。这款心理人啊，爱出请原厂的人才会，就你要用从日本。请原厂人花一笔钱来，才有办法请到原厂人来修，是这样子啊。哦，等于是讲，大概拢是安尼弄这个模式啦。啊，比如讲，伊关迄个大同平有三间营造公司要去标，结果一间那个一间歇业，忽然间说副业，啊，资本额上低，竟然会标着，啊，一间公司结果继续哩。就开始做大动案了，迄间公司就直接一直咧做大个月的各种各样的工程啊，啊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说这个从里面是什么问题的啊。哦，所以你要看哦，生理人蛮好的呢，啊，但是哦，这款生理人吼、哦，我咱感觉讲吼、哦，除了讲伊是他奸商以外，我们这边那讲安尼哦。长期以来，大家都没有花很多心思啊，对隔夜整个过去的状况不了解啊，就在因为大家都开始了解整个的情形啊，吼啊，所以就整个这个吼，就高一人真的可以起混啊，其实是在三四年前一阵，我们
那时候我们有跟他在弄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写很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有类似，但是因为那时候也好用，对这不太了解，所以因为只有局部性的人有那个而已，就是有感觉啊，有参与。啊，这个因为吼，大家拢完全了解，拢这个党改过去的，从创改校阮文强个性吼，大家拢慢慢了解吼，所以这一次吼，可以比较有全面性的这样的活动啊，所以这个高一期问题，我想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效应，因为整个变成这跟我以前四五年前一直无同款，一直跟他规个人都要变的呀。对啊，即摆是学生、老师，规个学校拢起来啊，所以即摆应该是很，就是大家持续应该迟早吼、哦、会把这个二职的成家赶出这个高一啊。对啦吼，因为过去吼，会使讲吼，会听众朋友啊，咱这张建国副院长，现在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吼，伊足早以前吼，就伫整理高一的一挂足完整的历史，所以大家上网吼，你看高一的历史吼，咱民报足侪资料吼，拢副院长吼为遐来滴吼，咱靠我都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啦吼，啊，所以我被找这资料是不简单的吼。啊，副院长也在恭喜哦，嘛足爱高一的人啦吼，因为高一人啊，在医生吼有当过去吼，咱你讲医生较无了解一挂感伤吼、健伤吼安那做的方式吼，我医生拢较文人嘛吼。单纯。够，阮强代志有几多讲种讲法的，几多种做法的，安尼啊。是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今仔日是伫这個用录音吼、哦、啊电话啦吼、哦，所以声的画质可能无较讲纯咱平常的录音间啊遮尼好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哦，我感觉足珍贵这访谈，因为副院长吼、哦、实在足无闲啊，咱无多走去台中的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副院长，你加油呢吼、哦，啊，你即马迄个提高已经提高了嘛吼、哦？对对，已经提高，应该无偌久就会开始。哦，因为法官接案啊，所以应该很快的。已经受理了嘛，哈。已经受理了。好，应该很快的开庭啊。好，谢谢副院长。好，哦、谢谢副院长，谢谢。啊